3、2、1，请启动我们正义与勇气。台南市长恩威提甲一位贵宾人士共同结识，有着红红火的标志。2023年的林宽伟，市府纪念228事件当中牺牲的汤德忠律师，专门设计这个标志。以台南市市花红红花以及象征律师职业的天平作为主视觉元素，同时更串联台南六处林宽历史标志，形成一条正义甲勇气之路。这个物件其实是已经有一段大的时间啦，就是为开始规划到，即马要开始来施作吼，然后了我想过一个月就完成吼，那我想这嘛是台湾吼少数的。可能是目前为止吼，第一个上林冠和这个李白相关的这个地点，正做一个都市林冠教育推广的路线。这条路线以台南周会纪念碑为起点。再来是汤德忠老厝、原台南刑务所、原台南爱国妇联会馆、原台南警察署这汤德忠纪念公园，伫遮有关汤德忠律师的人权历史标志，设置专属的标示牌。这个物件不是观光路所，不是观光路草，这是观光，不是观光路草，是一个历史的还原的一个路做正义勇气之路，所以我想。未来，咱台南市一定会当行。未来，真侪少年，提出侪少年朋友，透过不管是 podcast， 还是讲透过种种的这个影音的记录，或者是文字的记录，吼后代，吼还是讲外来的这个观光客也好，还是讲要来少年朋友也好，吼还是讲要来再看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也好，都会当。了解了这段表示牌预计在今年4月完成，同时也提供 QR Code， 就能看到 TGOS 地图。到时阵邀请大家透过实地走访历史场景，到顶了解台南的人权历史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